家好，我是园丁。Hola， 好，这次玩的皮肤幽灵公主，介绍方式：两魔术师、保龄师、前锋两个，园丁、咒术师两个，囚徒。好，有两个咒术师，也有两个前锋。哎，牵制的人很多。先来拆椅子，好，然后来破译。这是魔术师旧装的魔术师，一个是使徒，另一个是使徒，另一个是谁？还没看到。哦，灰扇子的声音是红蝶。好，就这两个，就是一个速度，一个防御，还不错啦，对。然后我明天呢就要更新新的那个珍宝了，对。那就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角色，时空之影的皮肤，应该是紫皮，没有错啦。那具体会不会抽呢？应该是会哦，会抽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皮肤还蛮好看的，因为之前限定金没拿到嘛。那这个紫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拿一下会比较好。对，然后对，就等明天更新吧，好不好？那各位有没有想要，有没有想要的角色呢？在明天应该是也有啦，那就看各位的表现咯，应该是看各位运气吧，不是表现，表现真的好像没有运气来的重要啊。好，破译掉了一台，先顺便拆这个椅子。咒术师被抓了，两层咒像，看来是没办法抵挡两个监管的攻击。哎呦，小猫，哇！我们咒术师被抓到了，但是没过来。好吧，那就继续拆我的。好，继续来拆椅子，然后4000多块来买个东西。咒术师倒数快结束了，前锋过去救。有囚徒调节，基本上应该还不赖吧，应该不至于破译速度会比较会慢多少。如果是有正常的调节的话，应该还不赖啦。对，那签字不要太多人去签字的话，应该会好一点。好，先拆这一张。每当你玩原定的时候，你都会发现椅子拆不完，椅子超多张欸，真的是觉得怎么椅子可以这么多，所以没办法。欸，这魔师回神哦，哦，回神了。吓死！怎么了？魔术师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也许是瞬间断线，也许是去忙些什么事情吧，还是有什么突发状况，比方说猫跳到他的桌子上，或者是被家人叫去干嘛，诸如此类都有可能。好，我们这台快破译完了，剩三台囚徒连接到我们这边，我们不用跟他。就是不用几趴传输过去吧，应该是不用。好，前锋倒地，魔术师被抓，是第二赛第三次，是不是要飞了？没飞，第二次，应该可以救吧？好，来买个道具，买什么枪吗？买枪是下下策啊，对，如果想要牵制的话，还是得买枪啊。啊，不是牵制，是救人才对。拆这个，拆一张椅子250，这样好赚吗？拆一张的速度大概是几秒啊？三四秒吗？感觉要三四，体感是四秒左右吧。欸，前锋在这里，红蝶是要追前锋是不是？好，看一下几秒，2、3。这不四秒吧，体感四秒左右，拆一张椅子，四秒赚250也还算可以，但是你还要扣掉跑去椅子附近所耗费的时间，这个也要算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红蝶追过去了，感觉前锋应该跑得掉啊。飞轮，哎呀，跑不掉。我想说应该跑得掉的，结果跑不掉。这红蝶怎么移动速度真的可能很快又很远呢？好，放来这张椅子。那哎，走掉了，扭个腰就走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，现在，飞了个咒术师，然后前锋正在倒数，破译掉了。那我这把枪应该就是用在前锋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别说，不用还真不行呢、啊！完蛋了，他发现我了，他发现我了，我在这里完蛋了！哎呦，想我开枪也是要点本事的好吗？好，过去守椅子，
往上飞到二楼，二楼直接开枪就好了。嗨，好，来稍微干扰一下。这时候他应该比较不好打。哎，又一枪，那可以走了。前方进去里面了，应该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吧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我们来现在开大门，这大门还没开、欸。好，囚徒倒地，目前一样是飞那个宙斯。前方如果能够闪掉的话，应该，我觉得我们这局会赢吧，因为你看只飞掉一个而已。好，做摩洛斯走掉了，然后囚徒一人倒地状态，前方被打到了，那也不过才三个人。好，还没有动摇到我们的根基呀、啊。但是前方在那里倒的是不是可以去救他一下？我看一下，五千多块是不是？5154，买撬棍，买枪，大门这么近，应该是买枪吧？从大门走就好了，撬棍先不要好了，好，先买枪。好，有人在牵制，果然，这波救得下来吗？不得而知，感觉不少人在牵制，两个，加上我三个。好，看一下，剑锋又倒了，我先拆掉一张椅子，至少不要让他放到这张椅子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在摸。哎、欸，倒了，红铁回防，我再把宙斯摸回来。宙斯大意喽。宙斯，我建议他先跑了啦，完蛋了！如果使徒回来支援的话，就麻烦了。使徒现在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所以我们赶紧抓时间，赶快走了。哦，宙斯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先走吧。哎、欸，完了，使徒回防，但我还有枪，可以再补一下。他看到我了，我以为他没看到我，对，我都看到我了。哇哦！完了，挨了一下。好，假动作。哎呀，有兴奋，我要先走了。没办法了，上来各位自求多福了，真的。哦，咒术师倒数前锋，这样的话是平局哎、欸。好吧，就靠你了，前锋。还有法隆律师，看能不能。那法隆律师受重伤哎、欸，看一下。好，咒术师这边等待倒数，离大门就是非常非常的近。理论上只要成功救掉的话，挨一刀的话应该逃跑的几率蛮高，因为他本身还有三人咒像可以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看情况吧。啊，保女生自救完毕。然后前锋撞不到，这个角度很难撞得到，说实在的。好，宙斯倒数了，保女生去救吗？他的小喵可能完了。好，先救一下前锋。宙斯不妙，是真的不妙，飞了。啊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，因为现在飞三个，还有一个，再飞一个的话就平局，平局可以接受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闪的还可以哦，不错。翻过去，哎呦，这闪的可以哦，还不错。哦，再绕过去，哎呦，这个闪的也还可以，但是越闪越危险了，地下室、欸。好吧，地下室终结了，使徒也跟过来了，那就飞掉四个了。那前锋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直接走掉了吧？跟法林斯一起啊？我觉得这个时间来得及吗？好，挨了一枪，有点亏。然后前锋跑起来了，前锋赶快走，不要再撞了，你直接跑进去不好吗？哦。完了，各位，